137，138。因神功已经练成，我的武功天下第一。老毒，老毒，你的经脉全都逆行了吗？哼，那当然了，谁要跟我争天下第一呀？老毒，你也配做天下第一吗？想跟我争第一，那就来试试吧。谁要跟我比啊？让我来。这是什么功夫？倒立而行，可招数却还如此的凌厉。我把九阴真经上的怪文胡乱翻译给他听，我告诉他这种功夫是要倒着练的。他将错就错，把身上的经脉都逆行了，歪打正着，倒行逆施，这下可麻烦了。
天下第一。 天下第一的竟然是个疯子。谁说你是天下第一了？有一个人的功夫一定比你厉害。是谁？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锋。欧阳锋，这个名字感觉很耳熟啊。这个人的武功了得，你一定打不过他的。打不过？ 那就让他来给我打。哎，他叫欧阳锋，那我是谁啊？你就是米勒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怎么来问我啊？我到底是谁？我这是在哪儿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欧阳锋要找你比武，他要抢你的九阴真经了。他要抢我的九阴真经，他真的？那就在那边。好。 人呢？啊，就在那儿。啊，你是谁呀？我是欧阳锋，你跟我争天下第一，你跟我争天下第一。 刚刚好险啊，靖哥哥，师傅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欧阳锋，我是欧阳锋。你是欧阳锋，那我是谁呀？我是天下第一，我是天下第一。
笑话，我才是天下第一，我才是天下第一，我。你敢学我？龙儿，刚才多亏了你机灵，要不然你爹和老叫花恐怕真的下不了华山了。天下第一又如何？这种虚名只会让人更疯狂。静儿说的没错，所以我这次来华山论剑不是争名夺利，而是为了以武会友。师父，那您呢？您不是说比完告诉我吗？我来就是要看看静儿怎么拿的天下第一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已被新人胜旧人，我们都老了，中原武林需要出新人了。像静儿这样不光武艺超群，而且品行端正，如今家国积弱之时，正需要静儿这样的人，胸怀大义，带领整个武林抵御外敌，匡扶河山。我就是要看着静儿成为天下第一，成为一代真正的大侠。吉兄看起来是逍遥自在，原来心里面还忧国忧民呢，药师佩服。师父，我明白了，您放心，您的谆谆教诲徒儿一定牢记在心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肚子都饿了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我是天下第一，我才是天下第一。来吃饭了。好，喝。来，师父，您最爱吃的鸡腿。吉兄，爹，快吃。金哥哥，来，吉兄，吃吧。师父，师父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叫花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反而没胃口了。我一点都不想吃，刚才从华山上下来我肚子还饿，可是现在……哎，你们吃，耀兄，你们喝，你别让我扫了兴。算了，师父没胃口。爹，金哥哥，咱们吃。来，爹，多吃点啊。金哥哥，我还有一道菜忘了端上来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。蓉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么香。爹，这就是蓉儿随便做的一道菜。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蓉儿，你是把那道菜做出来了？哪道菜啊？就那道。这就是我随随便便做的一道。爹，金哥哥，师父没胃口，来，咱们吃。嗯，好，我们来。我也尝一尝，行吗？你不是没胃口吗？要不您进屋歇会儿，等会儿再来吃。歇会儿，真是，姚兄。真是鸳鸯舞真快啊，这是老叫花找了半辈子的那道菜。我先尝尝。师父，还是皇宫里的御厨做的好吃吧？御厨？师父，真的比御厨做的还好吃啊？那当然比御厨。耀兄，你说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？她能做出鸳鸯舞这块，你还要什么呀你？有了鸳鸯舞这块，老叫花可以从此退出江湖了。金儿，你也随我回桃花岛，完成你与蓉儿的婚事。我娘已经死了，我和蓉儿的婚事，就由师父们。还有岳父大人做主吧，我赞成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我会派人去嘉兴通知你大师父啊。
好，俊儿，有了鸳鸯五针快，你还要什么天下之一啊？啊，哎呦！是华筝来的信。大汗欲攻打襄阳，知你精忠为国，特此通知，愿多珍重，华筝。爹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你们赶紧去襄阳，那守将要是肯听你的话，那你就助他守城，否则一掌劈了，你就率领百姓士卒一同抵御蒙古大军。好。龙儿，通知丐帮的北方部众共赴国难。天快下雨了，咱们赶紧吃完饭接着赶路，时间紧迫。好。哎呦，客官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快快快，里边请，哎，坐坐坐啊，哎，孩子他娘，你快点出来，出来招呼客人了啊。哎，二位，你们喝点什么呀？哦，倒口茶喝吧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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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着啊。饿了吧，金哥哥？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！哎，你们稍等一下啊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，你可别再哭了，你这一哭我的生意都没法做了。哦，哎呦，不哭了不哭了。来，大婶，我来帮您抱吧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啊。不哭不哭，谢谢啊。乖孩子他娘，你忙完了没有啊？宝宝乖来招呼客人。哦，来了，快去快去快去招呼客人啊。不哭，孩子给我吧。穆姐姐，穆师姐，那日我从悬崖落下，所幸王婆经过救了我，又遇上游方的神医为我解药，我昏睡了三天三夜后终于醒了过来，腹中的孩子也有惊无险地保住了。从那以后我便留在王婆这里帮她做些杂事，糊口度日。穆姐姐，那你为什么不回牛家村呢？那是一个伤心的地方，我不想回去。我在这儿挺好的，也不用去想那么多的事情，也不用去替杨康担心，只要一心一意地把孩子抚养长大就好。康帝他已经死了。我总认为是完颜洪烈害他走上了歧路，如果没有完颜洪烈，他就不会犯那些错。这些日子我静下心来，我终于想清楚了，是他的贪婪和野心导致他落得这样的下场，怨不得他人。他这辈子一错再错，愿来生他可以重新做个好人。这是你们的孩子？嗯，我还没有给他取名字。郭师弟，你帮我给他取个名字吧。康帝是忠良之后，天资聪颖，才貌双全，只可惜他落得如此下场。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以后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我就给他取个单名，过子，如何？杨过。好，就叫杨过。
多谢郭师弟。杨过，等你长大以后，我会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给你，希望你精忠报国，出报安良。这柄匕首是我和康帝结拜时的信物，上边还刻着康帝的名字，就留给这个孩子吧。刀剑本无正邪，人却有是非善恶。我替孤儿谢谢了。穆姐姐，我们该上路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穆师姐，保重。你们也保重。靖哥哥，好繁华的襄阳城啊。我们找到襄阳城安抚使，根据吴木遗书当中的兵法，找到一个守城的对策，襄阳城应该还有救。还好我们赶在蒙古大军之前到了。靖哥哥，你看。站住，干什么呢？我们有紧急军情事务要禀报安抚使大人，麻烦通报一下。我们大人公务繁忙，只在初一十五见客，军情紧急，刻不容缓。走走走，赶紧走。快说，你们大人在哪儿？大人，这些都亏我了吧？啊，大人，在下冒犯了。啊，有刺客！大人，站住，都给我退下。刺杀朝廷命官可是重罪啊。大人，在下有紧急军情禀告，根据可靠消息，蒙古大军将要攻打襄阳城了，请大人即刻调兵遣将，布置防御。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金兵来袭，要加强防备。不是金兵，是蒙古兵。怎么可能呢？蒙古刚刚跟我们结盟，怎么能来攻打我们呢？我说是蒙古兵，就是蒙古兵。啊！报！于大人，不好了！前方探子来报，郊外树里看见蒙古大军正朝这边来。让开！蒙古兵来了！真是蒙古兵！来人！传我命令，拉起吊桥，紧闭城门。是。走。黄帮主，我们接到消息就赶过来了，没耽误事吧？大人，你要上哪去？这蒙古大军来袭，我留在这里也是白白送了性命啊！大人，蒙古大军压境，全城的安危都系于你一人之手。你堂堂襄阳城安抚使，难道要在这危难关头弃城而逃吗？我现在兵少将寡，没有钱粮。再说军兵也不听我调配啊，留在这里真没用啊。哎，不能让他走了，留着他还有用，把他压下去。带下去。我是朝廷命官，朝廷命官啊。官人，襄阳城乃大宋屏障，襄阳城要是失守了，那大宋可就危险了。蒙古军就要来了，现在找救兵也来不及了。军中无统帅，城内必定大乱，百姓又要遭殃，咱们怎么办啊？各位大宋的勇士们，我叫郭靖，大宋临安牛家村人。虽然我从小背井离乡，但是我夜夜梦回故土，家乡山河壮美，岂能容贼人践踏？襄阳城乃是我大宋的屏障，今日我们守卫它，
不仅仅是这座城池，还有你们在场每一位的父母妻儿的性命。是。若城破，家必亡。我郭靖替大宋千千万万的百姓们拜托大家了。主公，家必亡。靖哥哥，我突然想到《左传》上记载的一个办法：贤高靠师。我为官多年，一向清廉，就攒了这么点家底，一下全没了。想要活命，别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。下官襄阳安抚使吕文德，恭迎大将军。我大宋皇帝得知贵军前来襄阳借道伐金，特命下官准备了一些金银珠宝犒赏诸位将军，还请笑纳。大将军，难道他们已经知道了？孟拱、孟少保还在城楼上略备了一些薄酒，还请大将军一驾到城楼上饮酒一叙，如何呀？听说那孟拱祖上是岳飞的部将，他们可要小心啊！哼，多谢大人，我们已经在城外安营扎寨，就不惊扰襄阳的百姓。走。恭送大将军！恭送大将军！这只是缓兵之计，很快他们就会发现我们在使诈。只有抓住蒙古军的统帅，才能让他们撤兵，解襄阳之难。竟然知道了我们要攻城的事，想来总觉得不可思议啊。这是我们蒙古的一等机密，宋人怎么会知道？突莱娜，谁？没想到你我兄弟会在襄阳城下见面。安达，你近来如何？近日傅寒身体不适，军中诸事都交给我和倭寇台来打理。安达，你是不是奉大汗之命来攻打襄阳，是吗？我以安达之情恳求你撤兵，你会答应吗？安达，我是蒙古的儿女，我明白。我也是大宋的子民，安达，要不然你就别管这事儿了。我真不想在这里见到你，更不想以后在战场上见到你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宋的山河破碎，沦为蒙古人的牧场。我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宋的子民，像萨马尔罕城里的百姓一样，血流成河。安达。难道我们俩就一定要兵戎相见吗？安达，你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常说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可是如今我们各为其主，你攻城，我守城，你的福
是我的祸，你的祸，是我的福。安达，当日你我结拜，我敬你是个英雄；今日你与蒙古为敌，我依然敬你是个英雄。干！好，今日我们就不醉不归。 下次相见，就是在战场上了。来，嗯。四王子，大汗病重，命你速回。什么？大汗说，今日甚是思念国境，如在南方知悉下落，务必邀他一同北返。 怎么样，靖哥哥？襄阳暂时无碍，大汗病重，让我和拖雷回蒙古见他最后一面。好，那我和你一起去。大汗。 傅寒，静儿，我天天盼着你啊！傅寒，您病了，您该多休息。谁说我病了？来，帮我穿上盔甲。 出去走走，玉，静儿，我在有生之年终于把蒙古所有的部落连在了一起，接下来还要让蒙古的英雄好汉马踏中原，一统天下，你觉得如何？ 数十年来，今日第一次射雕不中，看来是死期到了。静儿，我所拓之疆土，历代无人能及。自中心抵达诸方边界，东南西北，皆有一年行程。你说？ 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？大汗武功之盛，自古无人能及。确实英雄，只是大汗，你可是由于连年征战，天下堆积了多少白骨，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？你说什么？真正的英雄，不是南征北战。 而是忧国忧民，永远怀揣着一颗怜悯之心。生前，当为世人所敬仰，死后，当为世人所追慕。静儿，记得当日你在撒马尔罕为百姓求情的时候，你说：“英雄的胸襟，应该是能容天下百姓。”你那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响起。 久久难以忘却。我铁木真少年立志，要做草原上的英雄，一生八方征战，开疆拓土，叱咤风云。世人尊称我为大漠苍狼，一代天骄。其实我明白，我只是个等死的老人罢了。英雄，何为英雄？
什么样的人才是天下苍生共同敬仰的大英雄。成吉思汗奔卒，结束了他金戈铁马的一生。听说大汗至此一直在念叨：英雄，英雄。人人都想成为英雄，殊不知真正的英雄是要救苍生于水火，解世人之苦难。蓉儿，本想在华山论剑之后带你一同远走高飞，远离武林纷争，没想到如今事与愿违啊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，只要能和靖哥哥在一起，其他的我别无所求了。世人苦难延绵不尽，朕不知何时才能安享太平。靖哥哥，反正以后都听你的，你说吧，咱们去哪儿？襄阳，以你我之力可能守不住大宋江山，但起码可以守住一座城池，让襄阳的百姓可以免受战乱之苦，平安的生活。Thank you.